好多人守望相助派发防疫物资，但系呢一班人派发嘅嘢比较特别，因为佢哋派发嘅都系亲手制造嘅心意。如果当我哋唔够嗰阵时候，都愿意同人哋分享嘅话咧，咁正正系我哋想推动一样嘢吓。但可唔可以用一啲有限嘅资源咧，尽量去做？咁一码譬如一半我落咗社区上面啦，系特别帮一啲长者啦，因为佢容易比较受感染啦。因为呢个谂法买唔到就自己落手做。喺酒精全面绝迹嘅二月初，中大自制咗200公升嘅搓手液。仲透过合作的慈善机构将一半分给长者和弱势社群，解决燃眉之急。但是现在周围都买到搓手液啦，为什么中大还坚持继续整，还找埋校友和中学一起做呢？买去了，买去了。这边呢有些搓手液免费派发，是今次自己整的。因为有需要的人随时都会在身边。有时都挺贵，如果有得派就会攞一支用。搓手液很有用的，我们不方便去厕所洗手，出街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伤残厕所，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有用。连 DSE 考生都有份。所以不单止只是说制作搓手液，更加重要的就是背后怎么将这个爱心推广到去社会。坚持大量 DIY 搓手液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。希望透过这个项目等人知道我化学原来都可以是这么贴近生活的。你看现在市面都买到这些，当然它比较贵一点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，第一个成本低，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去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。有时我们每个学科都可以想一下，其实只要你有这么的心，就可以想到一些东西是帮到这个社区的。今次的经历对我们来说还有帮助，就是可以学习怎样做酒精搓手液，回馈这个社会的。